化的这一份心，还有大家的这一份心，大家共同的来点燃我们中国的智慧，来书写好我们中国对待自然的故事。代表中国艺术动物保护协会啊，对这次的这个中国印地文化艺术馆及保育交流日再次有经以及表示衷心的祝贺。我进一步宣布2018首届中国英烈文化与猛禽保护交流日